离家三周，我今天终于回来了，让我看这三周他们过得好不好。大家看 Coco 的尾巴从疯狂摇摆开始变成直升机模式，马上就要旋转起飞了。王子的热情我依旧有点承受不住。接下去呢，你们就要见证狐狸的笑容了，是真的狐狸的笑容哦。肉蛋一般只有在我离家很久的时候他才会这样对我笑。想我吗？哦，亲啊，哎呦，亲啊，亲！最意外的就是九九居然完全记得我，我们只相处了一个月我就离开了，真的是太惊喜了！万万没想到，咪咪居然对我生分了。不班啊，不班，他们有点不认识我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感觉柠檬树已经在濒死的边缘。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打扫卫生。